mois d'une heure. Bienvenue. Salut Chrétien. Je suis Marie Thuy, bonne.关云琴房，入野连的是一片山景吗？对耶，嘿，风景很好哎，这个 view， 只是水有点浊。对，没办法，因为前几天是山区下雨。上面看得到那个无边际泳池哎，你看。对啊，一些迎宾小点，迎宾小点，然后胶囊咖啡。哦，有一个那个生日的小蛋糕。今天我们的女主角生日。对 ，It's me。呀、yeah ，对，你看这整片的落地窗，对啊，你躺在这里，然后就看着这片风景，没错，是看他的那个温泉，哦，两池，哦，两池啊，它浴室很大哎、欸，然后是淋浴间跟厕所是分开的，哦、对，它的那个是可以介绍一下是。他会附一罐这个快木精油，旅客，它就是整罐让你倒。这个木头的香味，闻闻看。对，就是木质调的香味，不错吧？可以吗？满意吗？我们看到了彩虹，超正。哦，别了。现在还在吗？在吗？哦，每年都要放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每年都拿出来播一次，做一次可以用好几年。下去吃点心，还有一个下午茶迎宾点心。哇，聪明鸟叫我听到了。对面有一个那个玻璃屋，然后下午就可以到这里吃下午茶。平常根本就不是。小心脚步啊！小心您的脚步。Watch your step。平常又不是这样。它中间是核桃门，就是坚果类，还有南瓜树，然后饼干。我们要去那个泳池，虫鸣鸟叫。我觉得这边是很自然，然后就是花花草草这样子。大声哦！这边是户外汤屋。出来走走。对啊。但你知道我现在脑袋里面是想什么吗？晚餐。对，我超饿，还没4:30，还有一个小时。5:30才吃饭。对，知道这个溪水是不是前几天是下雨最多？对啊，一定啊，这是正常的啦。它从山上那边这样子流下来，倾泻而下。那边刚好是我们的饭店，哎，在哪里？这里，嘿嘿，我们的饭店。觉得来到泰安关，就是泰安这边啊，这种山区的地方，就是不管是什么天气，我觉得都是适合来的。嗯，因为你看现在天气很好，阳光其实照在山峦上也很漂亮。可是如果下雨天的话，就会有雾气。嗯，云雾缭绕在山区的话，其实是很美的。嗯，我是觉得就是都有不同的，都可以来。对，都是皆宜的，雨天晴天都皆宜。这个是山景第一排，他选择没有很多，可是我觉得看起来食材都蛮新鲜的，然后就是会是你在外面吃不到的味道，因为它就是该有的都有吧，海鲜啊，
鱿鱼肉、鸡肉、牛肉，然后螃蟹、虾子，吃饱啦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吃饱了，我们要去看晚上的泰安观景。细说台湾，干冰，干冰遇当仙女，遇上干冰。散步一下，一步两步三步，什么东西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希望身边的人呢都能够平平安安、身体健康，疫情赶快过去，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希望张若昀长命百岁。这真的好难哦，还能去蹦极。三，我已经33了耶，这没有关系，33又怎样？其实我原本一直以为我已经要34了，可能搞不清楚自己几岁的女子。我从30岁之后就再也记不住自己到底几岁。又不是你生日，又不是生日，晚安。那个游泳池波光粼粼的，嘿，我们今天的早餐面包挂包肉包，对，嘿嘿嘿，赶快关喽，拜喽，拜拜，拜拜，舒服的房间，谢谢招待。